在这一封毁灭式的分手信当中，周扬青一开始并没有指名道姓谁和罗志祥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但是罗志祥的旗下的女艺人很明显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凯乐。而凯乐就在2天之后，她主动发文，她道歉了，这等于是坦诚了她和罗志祥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。而事实上，当凯乐她还是蝴蝶姐姐的时候，她就不止一次在节目上面公开的表现她对罗志祥的爱慕之意。我当时当然也有人以为，这应该只是节目效果吧。不过等到了凯乐从蝴蝶姐姐转型到了性感歌手的形象之后，而且还被罗志祥签约成为他旗下的唯一的女艺人，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。曾经粉红泡泡里的凯乐，浪漫中带点叛逆气息。凯乐自从脱去姐姐的蓬蓬裙，转型后的发展，性感的女人味，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这跟几年前活泼开朗的邻家大女孩相比，截然不同。她说：“我总不能和年轻人带来当姐姐啊，我必须要转型啊。”讲的也对啊，那不然你20岁签给东森，到30岁的时候，你30几岁要在那边唱跳吗？觉得好像也有点年纪太大。现实的考量让凯乐开始认真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，该不该踏出舒适圈，这对凯乐来说是一大考验。真的对我来说很难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每次只要譬如说我刚当姐姐，或刚主持，刚当综艺主持人，或者刚当歌手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系列排山倒海的质疑声。你可以吗？你适合吗？一句你适合吗，不仅是外界的质疑，其实更是凯乐对于自我的挑战。2011年，凯乐接下了娱乐100%的主持棒。为了转型，凯乐接了更多的工作，从幼幼台到各大综艺节目、外景节目、美食节目，统统看得到她的身影。尽管一开始靠着傻白甜，观众还有新鲜感，但时间久了，这可行不通。果然，批评的声音开始出现。某一个样子被观众记住，或者是习惯了之后，他们有些人会很难接受。每天都被骂，但被骂了有2年吧。对，就是一直攻击，一直攻击，很常会说，只要是他主持，我就不看。然后什么还会攻击我的声音，因为我声音以前更高嘛。娃娃音就说，每次只要开电视听到声音，我就想转台，什么之类的。有时候真的，对啊，还什么很做作啊，很假，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消化好，所以每次看到酸民的攻击的时候，都往心里去，然后就觉得好伤心哦。那时候我就真的很认真问自己说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就这个工作真的适合我吗？然后要不要干脆就好好的当姐姐，就是远离这一切，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压力啊，还有被批评的声音。新闻不好的时候啊，其实它很难过，因为新闻不是跟真实的事件发生的一样，然后他听到一些报道，或是怕爸爸妈妈误会他，他就会很难过，然后他有时候在后台就是这样，眼泪就流下来，就说我不要再想了，我要哭了。然后就眼泪都在这边，因为等一下就要出去跟小朋友见面。他很会给我一些正面的力量，所以反而当我遇到了感情的困扰，他就是我的军师。然后我遇到了一些我开始觉得很负面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会给我很多正面的能量。面对批评、沮丧，但是凯乐总是能从负面新闻的风暴中找到正面的能量。背后支持他的是爸爸源源不绝的爱。凯乐曾经在部落格上写道：“爸爸不仅是超人，是马盖先，更是他心目中的刘德华。”爸爸辛苦了，在此祝您生日快乐，也希望您能开车开慢点。挂号再三叮咛，晚上看鱼也不要看太晚。要多休息哦 ，sleep。生日快乐！这什么时候拿到的？小学的时候啊，你看，我小学的时候。我之前还曾经上网跟一个网友跟他对呛，他骂得很蛮难听。可是我想，你不喜欢他，那你干嘛要来这里？我还回答说，你把这个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嘛。反正你又不喜欢我女儿，你干嘛还来这里留言？
是担心啊，可是他就是不会把压力透露给我们，要我们跟他分担了，不会啊。那幽默感是源自于他爸爸嘛？因为他说啊，我今天来了，你们都没有来跟我打招呼，类似他爸爸的个性就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。小时候我就很不懂事，我每次都我爸爸会先帮我把刺都挑干净嘛，我就把鱼肚吃完以后呢，我就会直接把那个最多刺的地方夹给他说，爸爸你吃。我从来没有骂过他，所以他就因为我觉得不要这样子，你约束他管他了，会压抑小孩子的一个什么思考或者什么。而且可能会小孩子会比较没有自信。凯乐从小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，备受呵护。尽管家里经济状况不好，一家人住在三峡乡下只有四坪大的小屋里，也曾经为了省钱一家三个人吃一个便当。但是曾经穷困的生活并没有让凯乐失去了梦想。从小喜欢跳舞的他梦想当一个舞蹈老师，他从三峡乡下的学校一路跳进了华冈艺校，跳进了文大舞蹈系，却在一次暖身中伤了脊椎。原本以为跳舞的梦碎了，但是山不转路转，凯乐反而踏进了幼幼台，有了自己的一片天。在凯乐看似柔弱的外表下，其实有一颗坚强的心。面对挫折批评，对他来说哭过就好。他不服输的个性，说什么也要试一试。越被看不起就越要证明嘛，就是被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，就自己一直跟自己讲。我大量的看综艺节目，就是各国的综艺节目，然后什么类型我都看，我都会看每个主持人他们的风格，然后他们是怎么访问来宾的，什么时候要说什么话，什么话会被上大字做成效果，被剪成预告，每天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。勤做功课，勤下功夫，凯乐知道他没有深厚的主持底子，唯有靠着努力才能补足他缺少的那一块。但是幸运的是，他的搭档小猪罗志祥帮了他不少。然后老板他是会直接在节目里面就直接刁你说，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干嘛干嘛了，说你这个问题你会不会问啊，然后什么的，就刚好他是形成一个效果，因为大家看他刁我觉得很好笑，然后一方面我又真的他又偷偷在教我，就说哦，原来这个时候要怎样怎样怎样。我刚开始的时候很常没有镜头，因为我都插不上话，我讲不到话，因为他反应很快，所以他就会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，所以后来我就很会抓空档，只要他看到他嘴巴要快要闭上，我就马上讲，马上反问下一个问题，不然就会插不上话。